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，卷起袖子，认真的包着粽子。艺人吴凤化身爱国诗人屈原，将亲手包的粽子献给85岁的唐奶奶。唐奶奶为照顾父母辞去工作，积欠医药费用。双亲离世后，变卖房产还债，从此沦落街头。经区公所转介，仁安基金会每日提供5碗2餐，让唐奶奶享有一顿温饱。这回收到吴凤亲手包的粽子，让她相当开心。还直夸吴凤漂亮，很健康，希望今年身体健康。谢谢你今天来这边。哦，谢谢，我很漂亮，我是男生哦，我可以啊，也是漂亮，也可以啊 ，I'm beautiful。然后呢，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那个捐款的资讯，对，请大家可以捐款6万元，我们的爱心专线02-2836-1666，这是分机号码吗？对，对，分机298。然后呢，这边你可以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的那个花博账号，还有呢，这边可以说动物消毒。希望今年可以更多的朋友来帮助，所以我今年在这边希望把这个消息分享给更多的朋友，因为台湾人基本上很有爱心，是帮忙非常多的人，包含乌克兰等等国际的很多的那个需要的人，所以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帮助我们国内的汉斯们。这就是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消息。每年我跟仁安基金会合作很久了，很久了。之前是没有疫情的时候，我们发过披萨，对。然后那个之前是我记得在冬天的时候，我们发过那个袜子啊，对，很多很多的活动，对，很多的活动。然后我记得维亚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维亚的时候也准备很多的募款，因为没有防疫的那个没有疫情的时候，我们真正的举办维亚，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吃那个团圆饭。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现在今年我记得是准备的是那个红包。对不对？红包就是红包500元，对，做韩食，对，做韩食就是把我们的活动每年都有不同的变化，所以希望今年更多朋友们来支持我们呀。然后呢，拜托媒体的朋友们要把这件事情啊，把这个消息给分享更多台湾的朋友，让他们也来一起参与。除了发放应景的粽子，提前陪伴韩氏过节，仁安基金会还将发放抗暑防疫健康包，祝韩氏远离疾病，并且感受社会温情。我们的朋友们，今年呢，这里面有洗发精，这刚好我所以不需要的。哦，真的是，蛮大的，这是一个6YCC的香布洗发精。然后呢，有水，矿泉水。对对，关键是矿泉水呢，有个矿泉水。然后我这边呢，其实你们，我是说那个仁安基金会蛮贴心的，每年有不同的一些变化，是，真的很好。非常贴心，所以我也非常开心在这里跟你们合作。然后呢，还有一个，这应该是内衣吧？对，衣服。算 T-shirt 吗？算，内衣。内衣。对，内衣，白色的内衣。哇，也是一个蛮实用的一个东西。再来，我们看看还有什么。哦，今年哦，大家已经知道了嘛，疫情，而且税金还蛮严重的，所以呢，口罩不可能缺席的嘛，我们的口罩，而且不只是一个，我们里面有蛮多的，应该是。五片吧，对，五片口罩。还有呢，我看一下里面还有什么。哇，你刚刚是这个蛮特别的拖鞋，很喜欢，这是那个橄榄油的肥皂，对，橄榄油的，非常的好，跟对身体很好，这是橄榄油的天然的肥皂。哇，太多东西，好棒。我们的男生朋友们当然需要刮胡刀，在这边。还有呢，牙刷，跟牙膏，牙膏在这边，牙刷、牙膏，还有，各位朋友，还有，这是湿巾巾，但是不是一般的湿巾巾哦，75%那个酒精嘛，有消毒功能的湿巾巾，还有呢，当然大家都需要的一个腰包，对，腰包嘛，这个中文叫做腰包，也是一个。很可爱的一个礼物，希望今年哦，当然我们可以帮助到很多的朋友，让他们的生活过得更好。这就是我们每年的仁安基金会想要做的一件事情，想要把我们的鼓励、我们的照顾分享给我们的街友的朋友。仁安基金会盼邀请社会大众支持捐款600，祝韩氏永保安康，购买一个600元的健康包，希望能达成送包到6500位全台韩氏的手上，帮助需要健康包的朋友。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。